侯朱同框出席中华民国各省市同乡挺侯大会，公布深蓝票仓，但要催票。赵少康点名韩国瑜列不分区第一，最实际。国瑜兄弟其实跟我们都蛮熟的，他很多的面向都可以来给我们很多的支持的力量。三立新闻独家掌握，韩国瑜可能带侯友宜到东南亚，第一站越南，再前往泰国、菲律宾募款，并争取侨胞支持，但未定案。时间点也从十月中再往后延。应该他会在十月份造势的时候，他会跟侯友宜一起，可能加分解会去。有侯氏他们家人看谁会代替。除了打国瑜牌，朱主席也全台啪啪造，同框小鸡行程多。而传出深蓝选区参选人，就怕侯友宜过去和党切割，影响选情，同台意愿低。侯办副执行长谢振达及抠赵少康讨论怎么拉台声势，靠战斗蓝团队打先锋，全台开讲。也有人抱怨一场便当会后无下文，是主帅太消极。我们希望积极一点，是真的，都在。长得说还没有看到听到的是有在安排说下乡或者是到哪一个区域，现在好像都比较把重心放在中南部，我是觉得反而应该要加强，因为这是他本命区啦。拼总统都来不及，还是得靠大咖韩兆珠出马拉台选情。毕竟对小鸡而言，与其自立自强，不如多几个母鸡也无妨。三十五黄金城，我们选 S 小组台北。